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国服第一上单狼人沃里克。今天给兄弟们带来了无敌锁血流上单狼人教学，学会之后利用狼人这个冷门英雄的优势，直接上一波大分。不解释，话不多说，安排。第一步，天赋符文照这么点，因为在这个版本论前期对线，没有任何一套符文强过不灭之握。本身对线强力的狼人搭配这套符文之后，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：无敌。我先来讲一下前期对线，教兄弟们如何在三级内单吃所有近战上单。首先，对线近战基本都是多兰剑出门，上线 A 兵叠不灭，又不灭了就上去 Q 他换血，只要瑞文敢交 Q 反打，不虚他，直接跟他走 A， 等待第二个 Q 技能咬一口直接带走，药都不用磕。此时我们二级270血左右，瑞文 TP 下来650血，但是不要怕，利用不灭和被动加上 Q 技能的高额回复，直接再次带走，就是这么不讲道理。有些兄弟会说瑞文一级单挑并不厉害，那接下来我教兄弟们怎样打诺克和奥拉夫这两个莽夫英雄。打这两个英雄的话，我建议先带个屏障，先是诺克，一级还是一样上线叠不灭去 A 他。这里诺克想反打的话，你需要注意一个细节，长按 Q 用吸附 Q 去躲掉诺克的外圈 Q，只要躲掉了，诺克五层血怒也不怕。一级对拼屏障都可以不用交，三级时还是照常消耗，但是在对方小兵较多时要注意拉扯，往我方塔下走 A， 诺克打出血怒再开启一技能减伤，然后吸附 Q 上去恐惧反打，面对诺克必中的 EQ 二连时开启屏障抵挡致命伤害，完成反杀。打奥拉夫这种莽夫英雄呢也是一样，当他莽过来的时候，往己方小兵边走 A 边拉扯，这里要注意用吸附 Q 来躲斧头，只要躲了一个斧头，就算是一级带点燃的奥拉夫也忙不过你。前期的话必出提亚马特和耀光，为没有 AOE 的狼人提供足够的推线和伤害，后续呢再升级成聚酒和冰拳或者三项都是可以的。下面我来说说最重要的锁血流玩法，简单来说，狼人玩的好不好就看会不会锁血，锁不锁得住，能锁到什么程度。我先来解释一下锁血的原理。狼人的被动在血量低于 25% 时会回复三倍基于被动实际伤害的数值，配合上坚毅不倒的 1.11 倍输出，再配合上复苏之风血量低于 40% 的 1.15 倍回血，我们就拥有 3.8 倍的被动回血，再配合 E 技能的减伤，如果对手跟我们站撸，普攻造成的伤害甚至还没有我们回的多。利用好这个原理呢，前期给对方一些适当的机会，让他占一些血量上的便宜，假装打不过，目的是为了让对手产生杀心，开启 E 技能减伤，依靠技能和被动的恐怖回复能力，就算身上挂了五层血力 1v2 呢又有何难。对于狼人的连招，我想说作为一个肉盾战士，狼人其实没有太多的连招，基本对拼连招是 AE 起手吸附 Q 到对手身后，开启恐惧后衔接平 A 就可以了。对了，友情提示一下兄弟们，狼人的大招很容易空，所以对拼最好像这样开 E 恐惧之后再接大招，是万无一失的，不然可能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。越塔连招很简单，确保对手在接近半血的血线，普攻起手接 R 技能压制，对手看自己血量不高时，如果手里有闪，使用吸附 Q 来跟踪闪现，之后普攻带走开 E 从容离开。团战的话，狼人在中后期算是一个带战士属性的坦克，所以打团除吸收伤害之外呢，更需要冲入人群中群体恐惧来分割战场，在适当的机会下去威胁对方的后排并且收割。这里我说一下，如果机会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，一定不要用大招去开团。在势均力敌的团战中， R 技能一定要当作底牌来使用，最好用来回复血量和打反手控制，这样使用的性价比是最高的。可以参考这一波我大招的使用时机，利用好大招的恐怖回血，在半血状态下顶着防御塔和人的输出扛了十几秒之久，如果这一波我用大招来先手的话，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结尾的话，我来总结一下想要成为狼王必须知道的几个点。第一点，吸附 Q 的两大技巧，
第一个技巧呢，狼人的吸附 Q 是可以跟踪位移的，比如说南刀的翻墙，卡萨丁的 R 技能， EZ 的 E 技能。最恐怖的就算是传送，只要在传送的那一瞬间被吸附 Q 打中，还得被逮住，跑不掉的。但是这个技巧呢，需要你去预判，去猜对手什么时候会释放这些技能。一般当对手走到墙边准备交位移逃跑时，长按吸附 Q 不松就可以实现跟踪，明白了吗？第二个技巧呢，就是用吸附 Q 没收对手的控制，普通 Q 也可以，但是持续时间比较短。狼人的吸附 Q 的过程中可以免疫强制位移，简称霸体效果，找好时机用 Q 技能免疫致命控制，有时候能起到逆天改命的效果。但一些击飞带着眩晕一起出现的控制技能是无法被没收掉的，这点要注意，看清楚了吗？第二个点，练好拉扯。拉扯对于狼人这样的短手英雄极为重要，拉扯就是卡好攻击距离，在平 A 的那一瞬间攻击出手后立刻后退，对手会打不着你，一直利用拉扯上的小细节赚取血量上的优势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当奥拉夫交出闪现的时候，我们假意放弃追击撤退，实际上是要让奥拉夫放松警惕回头，这个时候我们找准时机果断闪现 Q 带走。学到了没有？第三点呢，学会当一个骗术大师，依靠E技能的减伤和恐惧残血勾引对手，呈现一个看似马上就会死掉的效果，在他上头的时候利用好 Q 技能的高额伤害和回复效果，起死回生完成反杀。在最后呢，我希望兄弟们可以多加练习，因为玩狼人你需要有足够的自信以及伤害计算能力，其实这些都是撸里最简单的一些东西，但是当你把简单的东西掌握了，你就不再简单了。好了，本期的套路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说兄弟们觉得学到了的话，那就把学到了三个大字打在公屏上，再来一波素质三连吧。非常感谢。